好，接下来要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。那刚刚那首歌呢，虽然是比较激动的一首家里的歌，写给家里面的歌、啊。最后一首，你知道唱完要干嘛了吧？吼，看看，我没有讲哦，杰任哥，知道，这是硬逼。啊，这首歌，对，其实是我只有写了很多创作，但是到长那么大，我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歌是送给。